Viu TV 人气节目《全民造星四》诞生嘅女团 Kola 日前正式成团，入围名单尘埃落定。虽然有唔少网民心水嘅选手都未能入围，但其实佢哋落选之后都大有发展，有表演、广告，甚至担任 MV 女主角添。四十强止步嘅 Sika 凭住日系演出打动网民，再喺四十强表演嘅时候展现超强嘅执生技巧，获得评判大赞啊！虽然最终未能出线，但就即刻被导师梁祖尧睇中，邀请合演舞台剧，又亮相 Viu TV 节目《仔仔女女730献唱》，更有传佢即将加入 Viu TV 另一个女团 Dora， 前途无可限量。有翻版 Angelababy 之称嘅 Ash 淘汰之后，一直被网民视为最大遗珠。离开节目之后，广告都接唔停啊！更加即刻获邀成为新人王 MC 嘅歌曲《时候不早》MV 担任女主角。虽然 Ash 最近卷入离婚同埋 MC 嘅绯闻，但有传佢同 Sika 一样将会加入女团 Dora， 事业未受是非影响。有最靓医生之称嘅咖喱深得网民喜爱，为咗比赛毅然辞去医生工作。淘汰之后亦都继续追寻演艺梦想，早前更加为歌手林恩同歌曲《收养动物》MV 担任女主角。有大批网民都话为咗佢先睇 MV， 大热 MV 观看次数已经超过140,000啦。96强已经止步的阿妹因为甜美外表备受关注，网民对于她未能晋级一直都说不抵，不过淘汰之后反而演出机会大增，多次亮相音乐会献唱，又上 Viu TV 节目《仔仔女女730做嘉宾，大有可能向歌手方向发展。25强止步的阿蛋在网上人气高企，近日她就参演歌手周国贤新歌《身后身》 MV， 一出场就被指同周国贤的样子似足 99%，即刻获得女版周国贤的称号，令她再次引起网民热烈讨论。